好，那这个要注册账号，但是老师不用担心，注册账号 Google 授权就好。那这里呢有两个连结哦，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 A1 Art， 一个你直接点这里就可以连过去。好，一个透过老师的推荐连结，你的点数比较多一点你自由决定，这样好吗？好，看你要用哪一个，好，你就把它点过去吧。哎，就帮我点过去，然后登录你的账号。那这个服务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？因为就变得很简单。好，来，老师进来了之后有没有看到啊？就是你应该会有像这样子，下面还有哦，我把画面稍微缩小一点，这样有没有？下面，哎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最近很多人喜欢喝奶茶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变成这种图。你应该知道左边就是原图，右边就帮你生成。那这个服务除了你可以做跟它一样以外，最大的好玩的，你还可以建立自己的。好，就好像我们手机不是很多应用程式吗？哎，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做喜欢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想生成这一种，你可以点进去，点进来，有没有看到这里下面还有很多人用这个模组去做的，也都出现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了？所以你要找哪一种喝奶茶的，随便你。如果你想跟他一样的，你就按这个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网站有需要的话，你一样可以开那个、哦、我们刚刚装的那个中英同步的、啊，这个按下去，有没有这样又中英同步了？这样可以吧？好，所以这个外挂程式很重要。如果你觉得有些，哎，我这样看就是不太了解什么意思，没关系，就把它按下去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你要跟它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按下去，好，你滑过来，你可以从这边上传自己的，好，上传自己的图，也可以呢。你看在这里，你有之前有上传过的，你就可以重选。好，刚好跟今天一样，对不对？生成，各位老师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点数？生成一个扣一点，还好吧？还可以接受哈、哦，按下去，那你的喝奶茶图就会生成四张。那利用它在生成的这个过程，我跟老师说明一下哈。它其实除了你注册有点数以外，你每次登录，就是每一天有登录的话，你可以额外获得五点，也就是一天就多生成五张啊。哦，毕竟现在 AI 其实资源有限哦，所以它不太可能就是都让你做无限制的。哎，好的呢，这样有没有 OK？这样够偷懒了吗？所以像这种、哦、就是很多人他会做那个，你就找你喜欢的就可以生成跟他一样的。那你要哪一张你可以自己选择。那重点来了，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还有点数？因为预设生成的是小张的，如果你想变大张的，你可以这里按一下。哎，不过这个中文翻译这样可以接受吗？ Save 旧嘛，所以我还是不要翻了，好不好？其实他这里可以选择啦，他可以选择你是用 Bing 的翻译，还是用 Google 翻译，还是你如果是付费的，你可以选 AI 翻译。好，反正这个简单的单字大家看得懂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你看 Save， 那这个代表一件事情，它跟我们刚刚 Create 一样，会把这张图放大以外，会加强细节。有没有看到一定要 Enhance？ 好，所以它也扣了一点。好，来你看一下，有没有就可以存下来的？那这一张就比较大张了、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，
有没有比较大张？它就不是小张的。不过说真的哦，它最近政策有改变了。之前是我只要选择变大张，这个会不见，就是没有浮水印。但是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它变了，就是这个浮水印又回来了。那你就认了啦，人家也没有收你钱了，这样有没有了解？而且啊，最近还有这一种呢，有没有？直接传上去就会讲话了。哎，那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传上去就会讲话，好了，我们用这个好了，这个点进去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要做跟他一样的，就把用它好了，这个李佳有没有？它有角色的名称，好，然后呢，下面还有影片，对不对？我先都不改，你就来试试看看生成。这个就一次做一个啊、哦，因为它是做成影片，好，它就没有一次生成四个，所以你只要把图片给它，哎，它就会讲话了。你看这些有没有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拿来做玩的是很好玩啊，但是你觉得以后这个会不会有诈骗的问题？会不会有伪假照片、假影片的问题？一定会有嘛。所以其实现在说真的，我们在用 AI， 跟我们现在用上网一样，要跟同学分享什么素养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是你可以做，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，你要先有这个概念。好，不然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现在 AI 就是这么快。哎，好的呢，有没有？很快吧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给大家稍微玩玩看哦，它里面的这些哦，现在还蛮多的啦。那你看到它上面这里，左手边这里，这里有三个，有没有？右手边 collection 就是官方看到大家的创作里面觉得比较 OK 的，他会把它收集在这里，就是主推这样子。哎，所以你如果要看到比较精选的，你可以跑到 collection， 就会有大家创作里面他就觉得这些很好，很 OK 的，你就可以从这边找到比较好的，这样可以吗？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自己创作自己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真的就在哪里？就在右上角这里 ，build， 自己来建一个，别人就可以跟你做出一样的东西来，就是右上角这边。那各位你的点数呢？就是在右上角这边，这里也有，有没有？预设的话，我记得应该是15点吧，对吧？哈，我印象中应该是15点，哎。但是因为你刚刚假设你是透过我的连接，就是再多15点，就变30点，好，这样 OK 吗？先玩玩看，先玩别人的，那你有兴趣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玩自己的。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，那个 AI 的进步非常快。你看，其实我们今年 AI 的发展趋势跟去年完全不一样哦。去年都一直在介绍什么？怎么跟他文字聊天，有没有 ChatGPT 吧？今年主要分成什么？主要是视觉，哦，视觉上的应用，所以这个差很多。事实上，跟老师报告一下，现在 AI 听说读写都会了，它只剩嗅觉跟味觉还不会嘛？因为这个在电脑上相对比较困难啊。好，以目前来讲，你看写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ChatGPT 嘛，最早的听有没有语音辨识？语音辨识现在也很多啊。好，像我刚刚直接用讲的，它就辨识出来，说没问题。AI 直接怎么样讲文字，这个都有。而且现在呢 ，AI 不是冷冰冰的，它是有什么有语调的，就是有情绪的。听说读
毒就是我们的那个视觉辨识，这样有没有的？可以的哈。好，那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如果你想自己建立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按一下 build， 好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。来，你把它按一下，有看到的哈。好，在这里按开始，下面这里有一个开始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左手边有没有？你要建立的是哪一种的？你是希望直接通过文字描述的，也就让使用者直接输入，啊、哦，也可以；或者是你要自己上传一张照片给他，我要生成跟谁一样的，还是你要上传一段影片，都可以。好，假设我想要用图片好了，哦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来点下去，那。接下来你就可以把你的图传上去了。你看我们刚刚这张小朋友，假设我要生成跟他一样的，我把它存起来。哎，哇 ，Web P 他不知道支不支援，我确认一下好了。Web P 上传，怎么没有图片上传？哎，旁边应该可以传上去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能上传。来，我先选一下，在这里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图片本身你可以做它的控制，你是要姿势跟它一样，还是要脸跟它一样？在这里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自由选择，这样了解吧。好，它有很多哦，你看还是你要跟它的风格一样的，啊、哦，还是角色一样的，还是颜色一样的，这里都可以选。好，那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换脸的，这里有一个换脸，有没有 face swap， 还有头的换头的，这样有看到咯。啊，如果你是要姿势跟它一样的。就跟我们刚刚那个有点像，你贴一张进来，我的姿势就跟你一模一样，这样也可以。假设你要姿势的，好，我就把，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一个好了，脸的好的，好，然后我在这边，哎，这里应该可以点上传，喂，好 ，OK， 那下面这里，你的风格，你要生成出来的风格。要跟哪一种一样的？有没有很多？下面还有哎、欸，它的超多的哦。那所以其实像 A1 Art 它有点集成了去年的这些 AI 在图片的发展，它把很多功能都做得很简单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流行哦，用它来玩。好，那你看哦，你可以挑的风格。最多可以挑12种混在一起，哎，有看到了吗？我现在只挑了一种嘛，最多12种哦。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么复杂 ，finish。好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右手边有没有，就这样子咯，你可以马上直接找，比如说，刚刚那一张啊，这里那个不行，好，这一张我把它用抓图的，好了。好，我把它抓下来。OK， 来，您看，您在刚刚这里就可以自己先测试哦。我从这边点一下，好 ，try， 试试看你自己的，它就会在这里生成，在这里不扣点。因为这是你自己在测试的，所以就不扣点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哎，用脸的部分，然后呢，用这种风格，它做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那如果你确定都好了，没问题，调校完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发布，你就会取得自己专属的网址。
就跟刚刚那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别人会看到，那你如果不小心做得很好，就会被收入到他那个里面。哎，你看有没有？有没有刚刚那一张脸的部分，就用这样的风格来呈现出来？这样 OK 吗？好，这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如果你觉得可以的，你就可以按发布出去了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你也可以让它加上更多的描述来。好，像这些都可以再增加进来哦，不是只有一个哦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有两个、有三个，比如说你要有图片又要有文字的，你就可以再把它怎么样加进来。有没有这样又一个？你的上面马上就会变了，有没有发现？也就是说，哎，你上传照片之后，你还可以描述一下你想要做什么。那这样 AI 是不是有更多可以控制的东西可以参考？这样 AI Art 会不会用的？简单了哦。所以这个是现在使用起来还蛮方便的一个服务。